因为我刚刚呢，不管怎么试，它都是往左边飞。What do you do?我觉得就是手真的是要固定，因为我刚第一次就是很放松，放开之后就这样往后倒，因为我后面其实就想说那要顺过去，然后有点拉扯到，所以后面就我觉得就是固定机械式，然后拉扯三秒就让它过去，好丢了，那个运动会的都没有。等一下，我刚刚，我觉得我在古代可能是一个会饿死的女子。哦，有，我至少有一只九分。然后你真问我说你手有淤青吗？我说没有，没事。然后爬起来，这就 OK。今天练习完了，究竟运动会那一天会怎么样？我们就拭目以待吧。我觉得我应该会表现得很好。呵。我们先坐着休息一下。